啊！哎呦，可恶！对啊，都组队了还不能复制。他前面长什么样子啊？杰克那个玻璃在哪里啊？我觉得不错，我觉得不错。也是玻璃片也是在装置，很有想法啊。不错，不错，你是舔的那个玻璃吗？对啊。好，我现在插一个炸。好恶心哦！欸，其实我时间超多的欸。对啊，我到现在在找建材。找建材游戏哦。我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我待会是自己人投票。对啊，对啊。而且这里是前三名都是我们哦。没错哦。欸，为什么我找不到栅栏啊？木栅栏，嗯。欸，是哪一个颜色栅栏？剩四分钟。欸，其实我觉得我好像不用太过于努力，因为蜜蜂就在我这里。我等一下就站到中间。欸，对耶，你评分的时候站中间就好了。请给我提高分。那直接满分，跟你讲。真的。我要怎么做？好，你干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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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干这个。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家的小猫在搞破坏，你住手啊！那图像花了三分钟，哎，好久。想弄一个地毯，好。毯。哎、欸，不要咬我的耳机。这样好像可以呢。你爸吃用死啊！哎、欸，你哎、欸，你是不是这样子哦？我就直接硬上哎、欸。好了，好，那我帮你改。杰克，你觉得这样怎么样？怎样？可以啊，很可以啊。然后。你这样我都在乱盖了，小雨你在你在盖装饰，哎呀，还有两分钟哎、欸，这是仙人掌，这是花，这是花啊，它不是仙人掌。听我解释，我刚刚马头啊。我不知道怎么办的这个。没关系啊，就很好了，很优了，可以的。那我来盖点草。好恶心，好恶心，我稍微弄大一点。好恶我到今天知道了，我真的是不适合建筑的。不要这么想，欸、对，不会啦。怎么没有帮他加翅膀啊？对，我说我没注意到，原来你那个没有翅膀、啊。可是他太喜欢吃了。什么太喜欢吃了？就是很爱吃。哦、我要帮你加吗？没有，我加就好，我加就好。你要加是不是哈？好恶心啊！看世界上真有这个东西的话，人类就灭绝了。对，我翅膀为什么不像你这样子？算来不及改了，不要改了。哎呦！你这样好别的东西。杰克，啊？你从我这个角度看看，穿长音的。你是我那边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15秒，15秒。哇塞，你也不赖耶、欸！我跟你学的。哇，第一个就我们的。怎样？
你看一下。我看那个头都是一般的头哎、欸。对啊，对啊，我也是看一般的头，是一般的头、啊。请问，哇哦，野花那个传说。哎呦 ，OK， 这个早知道就盖二 D 了，这样子就好了哈。我想看杰克他们。哎、欸，哇，传说钻石鱼呢？为什么我刚刚没有传说、啊？可爱的。哎、欸，这个那个可爱、欸，旁边那个在吃汉堡跟薯条、欸，还在流口水。怎么了吗？这个他在吃什么、啊？他在吃汉堡哦。汉堡跟薯条啊。怎么可能？我们零分啊！哎、欸，你们都没给分数哦！忘记给分啊，忘记给分，怎么可以这样子？小雨，我中间一站第一名，没所可得。哎、欸，黑箱啊！啊，黑箱！大家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这个自己玩太可恶，玩太可恶。两个会画画的居然零分啊！哎、欸，我要怎么解？下一个题目是什么？私人 party 啊？我要怎么离开啊？再打一次。那个吧，私人游戏应该就关掉了。好、oh. oh, ，我要怪物。我要怎么离开这个世界？六件农药喝下去。斜线 L O B B Y。我斜线 H U B。哎、欸，哎，我们两个跟打酱油一个。哎、欸，你们怎么样？好，我们来玩一个这个好了。哪个？L O B B Y 哦哦，不喜欢派对游戏。等下又是跑酷，跑酷还有跑酷。等下看他是第几个？因为等下有超强的人来。没有啊，就走八个人呀、啊。这又是玩什么呀？这个很多小游戏。你现在拿的鸡蛋丢你旁边的人，真的？是不是就是丢画布？都是什么颜色我不知道，绿色。每个人好像都是固定，哎、欸，不是、欸欸，你们在游戏的吗？哎、欸，你们在吗？哎、欸，你没进来吗？没有啊。哎、欸，那我们出去了。L O B B Y。在玩什么画布？那个就是派对游戏。我什么颜色啊？我都不知道、欸。哎，有都进来了吗？丢在上面。不用知道什么颜色，反正就丢就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好啦。Hola. Hola, amigo. Oh, oh, 我不喜欢这个。这干嘛？看旁边那个大萤幕做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对，哪里有大萤幕啊？旁边。右边。为什么点了不理我？哦，你要把它右键放上去。放错啦。啊，青菜啦！啊，放错啦！啊，不想放了啦！啊，青菜怎么有人马上秒做完呐、啊？是不是外挂、啊？哪有啊？第三个啊！不是你啦！前三名就不可以说青菜啦！我一个老人在玩你太傻喽！哦，这个比较好。哎呀，这右键是干嘛的？酱油在我这里呀、啊！什么？这要干嘛呀？欸、你左键是干嘛的啦？右键，开炮，就是你可以丢出去，刚刚可以两段跳。讲，你都杀了我才说，诅咒你抽不到蓝烧啦。我已经抽到了啦，你已经抽到了。没有，没抽到、啊。对啊，我说你诅咒你抽不到啊。我也没打算要抽啊。嘴巴说不要，不要。但是钱都变喜欢的形状掉了。都变成喇叭的形状吗、哎？怎么这么多人的爱？不是啦，是可疑的封闭袋啦。会哦，都变成钱哦，都变成钱的形状。对啊。哎、欸，你们怎么都不见了啦？椅子上怎么都没人了啦？哦、对啊。我看到喵哈了，喵哈！哎呦，我怎么卡点了？救命啊！喵！怎么跳不太起来？欸老师死掉就会被传。连拍的时候屁股后面丢啊，那掉下来有点无奈的、哦。可以飞这么远？可以啊，可以飞超远的。这小游戏实在是有点久的小游戏、欸，很多很久的小游戏混在一起的小游戏。哦，我好像渐渐的明白怎么玩它。对，你是瞄人就好了。对啊，你就是一直狂炸人就对了。
挑不起来。我的手麻啦。是杰克哦，又是杰克。哇塞！把那些猪掉入你的陷阱，想一想。就掉啊，把它掉回来你前面这个洞。我总觉得每次看上面都超像章鱼哥哎、欸。章鱼哥，我的。大家也太会抢了吧！进不来啊，这个猪。不来哦。脚外呀，这脚外呀。哎，我的猪太胖了，够不来。卡在洞口是这样夹娃娃机哦？问号。哎、欸，为什么每次真的都进不来啊？我现在才叮一声哎、欸！你要往后跳一下，差不多啦。我好想听到叮一声哦！我只掉到一只，我一只都没有。奇怪，夹娃娃机很强啊，阿文玩这个就不行玩。你是怎么？皮根，脱皮根。请问一下，你可以进来我的洞吗？谢谢。不要在卡上面哦，打你头。猪，杰克，我的猪。啊，杰克，你的。我讲完，我讲完，我的猪。哦，杰克是你的 ，OK fine。你的猪，你真的要跟我尬吗？哈？啊？啊？酱油？我错了，抱歉，帅哥。杰克叫你啊。啊！我只掉了两只，好惨！不要在岩浆里啊！这个跟刚刚 TNT 很像，电电梯原地不动，对，动了就输了，就会掉下去。去拍了，我觉得酱油真的完全不想相信我。对，好地板在这。哎、欸，你们现在对我来说都是哈基，谢谢。这个句话好侮辱我。你们都骗我。你下。好，我要死了。不用钱。喵哈，我要死了，喵哈。我被录了。啊，小雨掰了。小雨、啊、加油！小雨多跳一下。小雨第一名啊！啊？没有吧？哦，没有，差一点。第一、第二。啊啊！打架！打架！打架！哦，打架喽！对。这个在圈圈内越久就输了，懂了吗？对。你们这些骗子！啊，要讲反的你才会听得懂啊。对啊。啊，跟你讲实话，你听得懂吗？哈？啊！如果跟你讲说，在圈圈上面时间待越久才会赢，你会听吗？好像挺有道理的。对啊，对不对？出去，对不对？出去，加油，对不对？对，要说对哦，要不然你会越飞越远哦。不要说，不要说。我们在外面干啊！不要放弃啊！直接场外了吗？上面站翠菊吗？我是被当排球在打吗？请问一下，好排球。直接一个左右飞啊！蹲蹲那路人啊！没有啊，我在打那个 L 什么的、啊，速度超高的啦！打他啦，打那个史蒂夫啦！什么 H 开头的？打啦打啦打啦！不是说打路人吗？我在打，我在打！哎，出去出去！他要上来了，他要上来了！他好重哦！对啊，他好胖哦！哎，谁啦？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路人，粉红色的啦吼！哦，他怎么那么胖啊？他有点重哎、欸。尽可能的多跟点草，不要左键哦。对，左键打没有用。不要左键哦，左键没有用，左键没分数哦。骑骑着你的牛就好了。对，我的牛啊，送呀！猛吃猛吃，有点撑哦。吃啊牛，吃啊牛，再不吃的话你就不好吃啦牛。我肉就不鲜美啦牛。我总觉得我没玩过这个啊。啊，真假的？他、啊、只要移动就好。我真的玩过哎、欸。哦，真的吗？还是你很少玩八人的这一个小游戏？我完全我都没有，我根本没朋友玩八人。我记得他之前是这个超卡。是啊，七夕竟然跟朋友在边玩这个，对啊。哦，真是八七的耶！对啊。七夕来这边开台。我们现在骑着牛郎。可悲我要去找我的织女她在月球上你现在骑在你的织女上面然后什么骑在我的织女上面我觉得你不行我觉得不行汤哇塞你的织女在吃草你跟我小
啊，这个哎、欸，这个系列的我都好像不怎么爱玩哎、欸，不怎么会玩呐、啊嗯。这个是什么？要干嘛？看电视跳。这个不用。哦。四分数。哦。哎，过头了。为什么会叮一声？就有吃到。不是不是，那个很像铁针的声音。你吃到那个大便？那个叫什么？啊 ，Spania！ 哎、欸，为什么可以跳这么高？因为你吃到那个，吃到那个王子吧，还是什么？哦，怎么会有火圈呢、啊？吃啊，可以跳，就吃那个啊，跳，推注气，喵喵喵！哎、欸，都是他哎、欸，不好玩，他一定。